样，先介绍这款一起上好了，先介绍这款一起上。这一款是肯定是正品，那平时呢就比外面卖的便宜，重复使用不行啊，用了一些就一些，不能重复使用。今天我们八五四三二一上架。哦，所以这个香水你有认识吗？我有认识呀、啊，你给我们说一说，这个是绝对是很香香水啊！这个认识，这个是非常的出色啊！哇，你太适合做直播了，总是要这么简单，我准备那么久干什么？讲好不好？第二课我先讲，这个的价格市场价是19块，嗯，这个应该是便宜的吧？对，应该是便宜的吧？对，非这个所谓粉水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粉色的哦，漂亮，nice。对，但我觉得其实瓶大小的问题，我觉得是看脸，看脸的大小。正常开奖，十秒钟先开奖啊，来，对吧？是关于美容的一个古方，养颜美容的一个古方。方子是吗？对，我们的萃取精华呢是根据这个传统的中医药加现代技术。就是你一个人生活，其实吃的比较简单一些啊。OK， 对对，吃的比较简单。比如说，哎，它是全网牛排销量第一的。哦，盒马生鲜这个同商超都是同款大溪地的牛排，吉米花250块钱啊。好，双立人的刀具，嗯，知道双立人吗？我知道双立人，毫无疑问，毫无疑问。对对对，那这个要请你配合一下表情，好吧？好的，请你配合一下表情，各位，这是双立人全球首次直播，能不能夸张一点，就表现的惊讶一点？我们再来一次，好不好？再来一次，哎，人家全球首次直播，到我这里我也是很骄傲的啊。来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这是双立人全球首次直播，哇，真的哦，哇，非常偶像，非常偶像。来，小赵来表演一下谐星，这是双立人全球首次直播，真的假的？太给力了吧！真的是双立人全球首次直播啊，全球首次直播。那我们一般呢，真的在煎牛排之前呢，我们会把牛肉稍微的划开一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煎牛排其实只是要让油进去，然后吃到温度，把牛肉香味逼出来。但这个时候我们会上面做一点黑胡椒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佐料，这样在过程当中呢，可以让这个料更好的进入到味道当中。对，大家看到这个双立人刀其实已经不用再多讲了啊。好，现在呢我们正在热油啊，我们正在热油。你清爽，对，我们可以请盛安老师来拍一下，现在是马天宇在煎牛排啊，我们可以请盛安老师来拍一下。这个锅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产品，这个锅是我们的苏泊尔不粘锅，不粘锅，苏泊尔不粘锅。我前两天刚买了他们家那个熬汤的锅。哦，对对，苏泊尔是绝对大品，这个不粘锅，看这个是现场操作的，现场操作的油加完以后，你可以看到。你喜欢吃熟一点还是生一点？熟一点啊，熟一点。OK， 那你喜欢吃什么样子的？都可以，我也都可以，但我平时是吃生一点的。那就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对，来，起盘。对，好，你来吧，那你来切吧。我来切牛排。刚才已经上，现在已经上车了。今天上车了，价格也很便宜。各位老铁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哪天可以，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好撞时间了。哦，对，其实大家也多一个挑战的机会嘛，对吧？对对。那个牛排真的可以，是不是还挺好的？对，肥瘦刚好。因为我没切开，一擦干净了。我们特写老师可以进来看一下，真的，就是拿，而且我们拿的是普通纸巾哦。哎，我还从来没想到过是这样的。我一般都是刷，但是没想到这么翻天，就刚才我说过聊聊天，然后就打个商品，然后就说了，但我就没想到你语速太快了，我都反应不过来。这个知道是什么吗？看上去应该是不简单啊。你看，纯属于这个火龙果，然后可以把火龙果放在当中。那这个要全部放进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把它放满，就放几个就可以了吧？好。要放满，要放这个吗？要放，好。哎，对不起，没关系。好，把这个羊肉放进去，然后呢，可以摇一下，哦，可以摇一下，可以摇一下。哇，可以摇一下。这个车载可以 USB 充电，满电呢6到8杯是没有问题的，6到8杯没有问题。基本上40秒钟，这就变成了一杯这个混合果汁，你要不要试一下看看？你先来吧。好，我先来。好啊，
哎，哦，比我想象的好喝很多哎，因为我之前很少喝养乐多，嗯，还挺好，非常清爽，非常非常清爽啊！哎，我们已经喝完了，你到杯子里干什么呀？为什么早不拿杯子？你这样不拿下来，我也没有那么尴尬，对吗？不拿下来我都没有那么尴尬，你现在拿下来我非常尴尬。我工作人员说我们拍戏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。哦，你们拍戏本来就用的这个是不是？对，你每天都喝啊？对，哦，因为他。他每次都是给我倒杯子里喝。OK 好，这个是我们的摩飞的榨汁机，已经上车了啊。反正大家喜欢的话，然后有人说这个拍戏用这个，有人说这个，不是说有房吗？有啊，而且我们着什么急啊？马上就要海南的房子，对啦，大概会是在10点钟，在10点多重？136-137，136-137吗？嗯，有吗？有吗？真有。我可以掂量吗？你可以。136-137。嗯。哦，真有。我就看着比较。什么的？你多少？我你来掂一下试试看我多少？你猜得中吗？来。抱不起来很丢人啊！等一下啊，抱不起来很丢人，不是我丢人。270，走开！我看你让我出声，等一下，什么270？270是什么概念？我说错了，说错了，270是秒，好不好？对，一百不到两百，一百八不止，195，190左右，190左右应该。299的五升的电压力锅，这好像法海，两个内胆。收这个 Nova 系列 Nova 系列国货之光华为，这是5G 的啊，这是5G 的，你要不要试一下自拍？你知道华为哇，其实哇怎么比我年轻那么多，看来我怎么比你白啊？你本来就比我白啊。啊，真的假的？你本来就比我白啊。他们都说我黑了。是吗？嗯，没有啊。哎，它这个照相技术还挺好。Nova 系列最好的就是它的自拍，这是 Nova 系列最主打的一个功能，自拍是它最好的功能。Nova 是它的年轻版，就是一个是128G，一个是258G，已经上车了吧？嗯。好，这么长，对，超长待机。哇，真的，这个真的很好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天天充电很麻烦。对，49，我们是要领券的，领50块钱的优惠券，来上车。不对，这样新年快乐！哇，我们这朋友圈或者是什么？对，你其实这样，比如说我分享给你也可以，就我直接分享给马天宇也可以， okay. 或者我发送到朋友圈里也可以啊，都可以。但是我发送朋友圈呢，你因为一直刷屏，可能朋友圈会有些讨厌嘛，觉得你在刷屏。哦，我第一次做直播，其实我一直知道华少老师讲话比较快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，然后来不及反应。对，说真的，那你这么厉害，在吆喝我做不来，没关系啊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天宇，谢谢，感谢，辛苦了，谢，拜拜，谢了兄弟，谢了，拜拜，谢了，拜拜。